一下我们吃这顿饭有多么的不容易。首先到了这家民宿，我想出门，发现那个铁门，他给我的钥匙，我没办法把铁门打开。这边的热水，你洗澡的时候洗一半，然后没热水了。跟房东确认之后，发现这个铁门其实需要一些技巧，需要一些巧劲，你得推一下，然后再按。这是牛肉吧？哇，好大的一块！牛尾巴，拿个大的，一个小的吧，操两个。嗯，拿个这个，再拿个这个。它这个应该是一斤。三块三。有没有？Just three. Okay, thank you. 这边的香蕉、水果价格还行，茄子6块钱一斤，什么瓜6块钱。买了菜回来，耶，不拉客气。发现我们的这个门，它不是用钥匙开的，是用密码锁的。那是密码，一下就不记得。在手另外一个手没有带出门，那又进来，就在门口两人蹲着摄像头。进来之后发现煤气灶的这个煤气瓶换到了热水的地方，没办法就等了。现在几点了？11:20，才开始吃饭。从进门6点钟搞到现在。